叔叔，一个学生要考我的研究生副老师介绍的，今天要来听课，下了课呢再给他讲一讲。他现在没见到人，什么形式这么大来头？约的是10点半，你现在都快12点了。请问，这是陆陈曦副教授的讲座吗？是啊，但是已经结束一个小时了。啊，这嘉陵医大。 跟迷宫似的，我绕来绕去，绕来绕去。你就绕吧，绕着绕着你就找到出去的路了。啊，我刚也担心，我找不着出去的路。不过我想，我总能绕出去的。你还挺能顺杆爬的，你。你就是陆教授吧？对不起啊，我今儿迟到了。不过见到您，我还是很高兴的。我看你还别叫胡哥，你叫糊涂吧？我哥叫糊涂。 跪下！跪下！我也没办法，委屈你了。啊！干什么？还来真的？待会儿你就知道。啊！哥，你要干什么？东，趴下！趴下！ 不会打哪声脚，啊！哦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！哦！啊！哦！啊！以后还敢不敢了？你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！啊！啊！啊！以后再敢这样，谁都不会管你。 我记住了，大哥，大哥，只能小声叫，大哥。